咱们玩似的。啊？我说这边这边你回回是咱们玩。这样。张武店那边的头台子，反正全是张武。俺家那边离张武边界就是 DID。啊，你也属哪？啊！我说这边是属于咱们，这耍钱没人管，没人抓的。嗯。哎呀，耍钱是这时候都不行。嗯。这时候都不行。发头条，发头条赚钱了吗？也没有钱，就是那个赚点粉丝啥的。那你们欠你们为啥不？蹦什么？